这边有一座房子非常有地方的特色哦，柱子前面有两个石狮，然后它的中间有一个藏獒，那应该是藏獒还在那边睡觉。哇，这栋房子特别的漂亮哦。这边的农田大多数都是种在山上面的，还有都插着篱笆，应该就是为了防止牲畜去吃庄稼吧。马路的对面也一样，都是用这种篱笆围起来的，两头在玩耍的牛似乎是在决斗。山路十八弯啊，刚刚就是从那个地方绕上来的。哇塞，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坡吧，然后上面还有更大的。现在是中午时间12点多吧，我已经爬了4个多小时的坡了，然后看到后面有一家饭店吧，然后就进去问了一下价格。我问了一下那个青椒肉是吧，我说老板青椒肉是多少钱一个，他说48块钱一个，就是48块钱一份。哇塞，我当时一听啊，那么贵吗？然后我说西红柿炒鸡蛋多少钱一份，他说35。哇塞，不会吧，这哪里吃得起啊。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说吃点鸭头饼干，然后喝点水，继续往前面赶了。这个我肯定是不会吃的，太贵，真的是太贵，还没到西藏呢。这边哈巴雪山观景台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牦牛。这里就是哈巴雪山的观景台了，太漂亮了，前面就是哈巴雪山了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这里就是今天的露营地了，杰达木景区美食广场。杰达木，这里是个草原啊，进去看一下。吉达姆旅游风景区，看来这边确实是荒废了比较久的吧。这边非常有那种藏族的那种建筑风格，前面就是大草原了，非常好啊。哇塞，看到这里就感觉就是人特别的就清新起来了，就一下子感觉非常的辽阔。哇塞，刚刚那个位置我看到有一头牦牛，我本来是把帐篷可以搭到那个下面，我看到有头牦牛就算了，其实搭在这里也是不错的。帐篷搭好了，准备在这个地方做个饭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今天煮个红烧荷包蛋，还有辣椒土豆丝。这个蛋碎了一个，只剩下4个了，本来是5个刚刚好的。这里现在是海拔3200米左右，这种气度还是能顶着的，我还以为需要这种高压的才能顶得到。加入配菜，洋葱、红
青椒和青椒。再加入荷包蛋，加入酱油，鸡精，十三香，胡椒粉，还有盐，再加水，让它慢慢的炖，然后再加入切好的香肠，太豪华了。大火还在慢慢的收汁，然后再加入葱。今天没有香菜，所以不能称为灵魂，这样就出锅了。这样一道红烧荷包蛋就这样完成了，哇，肯定特别下饭。本来今天中午呢是打算就是点一个肉吃的，就是感觉这边48块钱一个肉丝炒那个青椒吧，就是感觉真的是太贵了，下不了手。你说要是牛肉嘛，还能勉强的就是吃一下。这边的物价真的确实是很高啊。还有今天我在一个小卖部这边买那个矿泉水嘛，我就想再问一下，我说这边矿泉水多少钱一瓶，他说6块，那种还是就是普通牌子的，不是那种农夫山泉或者是那种怡宝那种，是他们本地的那种啊。为什么会卖这么贵呢？这个我也搞不懂，但我当时说哎我不要了，谢谢我不要了。然后我今天就到那个一个景区吧，就是一个景区里面吧，就是打了点水，然后就自己煮了。其实自己煮的就是费一点酒精嘛，这个酒精也便宜的，要不了多少钱的。再加一点，哇，真的超级下饭啊。也有可能就是我饿坏了，早饭和午饭没吃，就是真的是饿坏了，真的超级好吃，超级下饭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再见。